月月，月月，龙俊，龙俊，我就知道你会来的。月月，你醒醒了。你醒醒，龙俊，月月，你醒醒，你看清楚了啊！离开我好吗？你看清楚了啊！我是你哥呀，月月，走好不好？月月，月月，你看清我是你大哥呀！离开我，够了！为了龙俊，你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？我原来那个活泼可爱的妹妹哪儿去了？月月，你别再折磨自己行不行？月月。你这是何苦呢？我知道你担心我，你担心我的病会拖累你，对吧？我不会这么做的。如果我让你觉得累，我一定会从你的视线中消失的，龙俊。龙俊，龙俊，月月，月月，你醒醒，我是你哥呀。龙俊，你知道吗？我有时候想，如果我就在你的怀里这样死掉，也会很幸福的，龙俊，你知道吗？多想这样依靠你一辈子呀！月，别放手！月，你一定会幸福的，月月，哥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，一定会的，你一定会找到比他更好的男人，月月。龙俊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有多爱你啊，龙俊。月月，我虽然有病，可我绝对不会伤害你的，永远都不会，永远永远。南飞，你干什么？你别乱来啊！你为什么欺负我妹妹？南飞，该说的我都和通哲哥说过了，我请你理解我。理解？谁来理解月月？谁来理解我？你欺负我们残疾人是不是？你以为我不能揍你？南飞，我知道我对不起月月。我很抱歉，抱歉，就这么轻松的一句抱歉。你看看月月现在都变成什么样了，你这个混蛋！那你要我怎么办？
你要是觉得打我一顿，你会好受点，那你就打吧。 大哥，月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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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怎么了，天爷？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爸，我今天约你出来是想跟你谈谈。
我最近心情很糟糕。是为兰子。天爷，有很多事情是不以我们自己意志为转移的。兰子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相信，将来你一定会遇到更让你喜欢的女孩子。为什么，爸？为什么你和妈都反对我和兰子在一起？难道就因为她是个盲人？天爷，有很多，你还小，以后就知道了。从小到大，只要我弄不明白的事情，你总这么对我说。可现在我长大了，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我也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。天爷，我跟你说过，人这一辈子路很长，但关键只有几处。如果一步走错，就会悔恨终生。爸爸不希望你在恋爱问题上受到伤害，你知道吗？那你们就去伤害兰子，对不对？你们对他说了什么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兰子很痛苦，见到我也不理不睬。你知道我看到兰子痛苦的样子，我的心有多痛吗？爸，你爱过吗？你知道心痛的感觉吗？天爷，说实话，看到兰子整天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我这心里也不好受，我也不愿意伤害她。但这一切我都是为你们好啊。为我们好？为我们好就非要拆散我们，让我们痛苦的死去活来？我能理解你的感受，但你必须相信，天下没哪个父母不是为自己孩子着想的。可是爸，我真的不能理解，兰子是那么好的一个姑娘，你不也很喜欢她、欣赏她吗？你们都说我小，不懂得男人的责任，其实我懂，我有能力让她生活得很幸福。天爷，你疯了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为什么不可能？我们彼此相爱。行行行行，我跟你说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允许你跟他在一起，也别让我看见你主动的去接近男子。不，不管是谁，也阻挡不了我爱男子。天爷，哎，大夫。我妹妹没事吧？幸亏抢救及时，病人没有生命危险了，但还需要休息。谢谢，谢谢大夫，谢谢。月月，我怎么跟你说，你就是不听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，哥？你不应该救我。月月，你是哥的命，如果你走了，哥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可我是一个精神病人，我活着只会拖累别人的，没有什么意义。你应该让我一个人安静地离开。好，如果你真想这样，那哥陪着你好吗？月月，你为谁活着呀？为龙俊吗？为你自己？咱妈当年是为咱们活着，哥现在是为你们活着，你也要为哥活着呀。
月月，你知道咱妈那天晚上把你抱回来，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样子吗？你特别可爱，特别漂亮，就这么一点点大，躺在襁褓里。可当时就想，现在我又多了一个小妹妹，这一辈子啊，哥一定要爱她，保护她，不准别人欺负她。往后你想去哪儿，哥都陪着你，不让你落单。现在就算全世界的人都嫌弃你，哥也不会放弃你。哥要永远和你在一起。月月，只要你过得好，过得开心，就算哥什么都没有了，哥也会觉得开心，觉得特别满足。月月，你今天这么做，你觉得对吗？你真的觉得快乐吗？你真的觉得幸福吗？你知道我今天把门推开，你躺在那儿，我当时都快笑瘫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允许你跟他在一起，也别让我看到你主动的去接近他。田野，田野，哥，南飞，他不知道我在这儿吧？不知道。我跟他说呀，我们在加班呢。那就好，可别让他知道。就他那脾气呀，
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儿来呢。哎，雨虹这一走，好像把他的魂儿也带走了。是吗？哎呀，南非真幸福哎，有这么好的雨虹姐。月月，南非，你怎么来了？哥。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，月月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？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南非，你别怪哥哥，是我不让他告诉你的，我怕你担心我。南非，你看我现在都好了，我真的都好了。月月，你有什么想不开的，要做这种事情？南非。 当时心里难过。月月，你看着我，你看我的胳膊，你看我每天走在外面，有些人看我像看怪物一样。20多年来，我就在这样的眼光中生活。要是我已死过无数次了。 不死，我就要好好的活。你好手好脚的，还有什么想不开的？南飞，咱们兄妹四个千辛万苦活到现在，不容易啊。妈临死前对我们说，都要好好的活着，永远不分开。你看哥，为了我们几个。 吃尽了千辛万苦，月月，你怎么就忍心丢下我们？为了龙俊，你就不要我们了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南飞，我让你伤心了，对不起。 你永远都是我们家的小公主，是我们的骄傲。我会永远守着你，保护你。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傻事了。我答应你，我再也不会了。我一定会好好的活着的。我要陪着你，陪着大哥还有兰子姐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 我一定会好好的活着。南飞说的对呀，人最怕面对的不是死，而是活着。虽然我们的身体不如别人那么完美，但我们也要像别人那样活得精彩。 同舟啊，大家伙啊，都想来看看月月，所以啊，就派我们几个代表来了。好，谢谢。月月，现在身体好些了没有？身体好多了。好多了。我哥一直照顾我呢，他怕我一人闲得闷啊，还给我带来毛线活，让我解解闷呢。同舟啊，可不是我说你啊，这些日子啊，要让月月好好休息休息啊，咱们到成了封闭式训练了。我哪敢呢啊，月月可是咱们厂里的宝贝啊。
我要是敢欺负他，还不被你们骂死？哎呦，耿子，哎，是黄理事长吧？哎，怎么样？你们的事儿解决了？解决了，解决了。多亏你，黄理事长。应该的啊，以后有困难尽管来找我们。谢谢黄理事长。慢着啊，看着。哎哎，好啊，慢着啊。哎，哎呀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谢谢，黄理事长啊。我是想请您来帮忙的，只要我能出得上力的，我绝不推辞啊。是这样，黄理事长，我希望能够投资刘通州他们的飞翔工艺品福利厂。这是好事啊！哎，你们不是见过面吗？后来呢，我们是见过一次面，也谈过，可是我觉得他好像不太感兴趣。不感兴趣？你有没有提出？ 其他的要求？没有，我只是单纯的投资啊。这就奇了怪了。黄理事长，我希望您能够帮忙去说服他们。我觉得我的投资能够对他们厂的发展有很多的好处。杨女士啊，我可以去说服他，不过我有个问题啊，你投资刘通州的厂子，是不是有其他原因呢？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？啊，因为你现在的做法，跟你以往的作风不大一样了。黄理事长，我说过了，没有任何原因，我只是想多做一点善事。这就好，我试试吧。啊，谢谢。 兰子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？我回来了。兰子，不要这样折磨自己。
还是没有雨虹的消息。 求你了，少吃一点，一点点。你这孩子，你缺点干什么？不吃就不吃，情愿让他饿死，也不能让他跟那个残废在一起。爸，要不是因为那个残废，你就见不到你女儿了。是南非救了我。不管怎么说，就是不能让你和那个残废在一起。我就算饿死也要和他在一起。 就算我白养了你那个女儿，红红啊，还是吃一点吧，要不然饿坏的。来来来，吃一点。哎，你看看你，老头子，哎，把我给气死了！还擦吧？哎呀，别这么大的火气嘛，和孩子好好的说话，好好说话。 你看他那个家不掉的样子，我能好好说话吗？孩子大了，自己有想法了。孩子大了怎么样？他不为他的前途想了，我还要为他前途想了。想和那个没手的残废在一起，没门！月月。 我们都很想你，是吗？我们都很想你，是吗？你回来了，你看你这一回来，大家赶紧回来，大家回来了。哎，你看，我们想你啊。哎呀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好。哎哎，嗯，姐姐，我也想你。月月。哟，黄叔叔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每次见你啊。 就跟小企确实，叽叽喳喳啊！哎，你哥哥呢？我哥厂长室呢。哦，我还找他有事儿。哦，是吗？快去！哎，溜厂长。同志啊，嗯，这都是最新设计的。对，这些全是。不错。黄叔叔，嗯，突然光临，肯定有事儿吧？黄叔叔，喝水吧。哎，谢谢啊。 哎，我说，我怎么每次来你都这么问呢？你想啊，你们残联室那么多，你哪有那么多空闲时间呀？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啊！算了，我也不卖关子了，就直说吧啊！哎，有人对你们厂子很感兴趣，想投资。投资？哇，这可是好事儿哎！我倒觉得啊。 这是一个能使你们厂子进一步扩大规模的好机会啊！哥，那个人是不是杨柳？是啊，那个女人呐，她白给我钱我都不要。黄叔叔，真是不好意思，麻烦你跟她说一声，就说她的心意我们领了，可是我们厂暂时还不需要。好吧。 看来我也只能如实转达了。月月，回去吧，啊，没事儿，送送您。有空再来啊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回去吧。那好，我们不送了啊，黄叔叔再见。再见。嗯，怎么了？我看那辆车特眼熟。 就那辆，走吧。嗯。
王女士啊，这么巧啊！哎呦，杨女士，真是太巧了。你去了福利厂，他们怎么说？你怎么知道我去福利厂了？你从那边走过来，在这等车，一定是去福利厂了吗？算你说着了，不过我是有负众望啊，通州那儿工作没做通。哦，是这样，那就算了。哎，黄理事长，我送你一程，上车吧。不，你忙你的，我坐公交车方便啊。那好，黄理事长有空我请你吃饭啊。哎，再见。犟什么呢？你爸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，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。我要和南飞通电话。哎呀，小点声，可别让你爸爸听见了。你爸说的也没错，那个男人呢，是个残疾人。你要知道，你要一辈子照顾一个没有膀子的人，那是多难呐。这以后啊，大人孩子一家老小吃喝拉撒全都要绑在你一个人的身上。你要是身体好的时候呢，辛苦一点儿也就罢了，要是有个三病六痛的，这床前呢，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。妈一想到这个心里就难过。想想，哪个做父母的愿与女儿玩火看你跳啊？妈，您不了解南飞。南飞他虽然是一个残疾人，但他的心智是健全健康的。妈，南飞他很有才华，他会写小说、写诗，会书法，他游泳游得可棒了吧？他心地又善良又正直又勇敢，对我可好了，对我是一心一意的。我和他在一起很幸福吗？红红，你别幼稚了，以后你就知道爸爸妈妈的苦心了，千万不能一时的冲动毁了你自己的幸福。妈是过来人，你能不能听听妈的话？你要是跟着他，你要照顾他一辈子，做一辈子的保姆。妈，就算做一辈子保姆我也愿意。妈，我求求您了，您跟爸爸说说吧。哎呀，红红，你就死的这份心吧。你爸爸要是知道我给你通风报信呢，还不把我吃了呀。妈，再说了，我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啊。你哥不在家，家里边只有你一个女儿，你要有什么闪失我没法交代。你好好想想吧，没有一个做父母的不为女儿好啊。妈，好好想想。